continuation of that. You'll give me a dime, so I'll help you. No, I'm busy. Thank you.
Thank you.
station. Please f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platform of getting off and take care of your children. Due to the limited stopping time, please don't get off if it is not your destination. Please take care of your luggage to prevent it from getting lost or stolen. Smoking is not allowed during the whole trip. Thank you.列车到达云霄车站，下车时请注意列车与站台之间的空隙，或确保列车正常运行，请您不要在列车各部位吸烟，谢谢合作。 微信也可以，如果我觉得可以的，然后赶快给我发，然后我给你发过去。
请按照车号上的座位号发言。在列车正常行驶中，请勿碰触车厢内乘客紧急制动手柄等安全设施，不要倚靠在车轮上。使用洗手间时，请勿将杂物丢进便池内。为了确保列车运行安全，乘客坐满郑重提醒您：严禁在动车组内吸烟，因为动车组内吸烟可引发烟雾弹射，导致紧急停车。我由于吸烟造成严重后果时，将依法追究责任。感谢您的配合。先生，列
到站的旅客请勿要下车，并看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防止丢失、被盗。列车全程禁止吸烟，谢谢合作。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next station is Zhao Railway Station. Please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platform when getting off and take care of your children. Due to the limited stopping time, please don't get off if it is not your destination. Please take care of your luggage to prevent it from getting lost or stolen. Smoking is not allowed during the whole trip. Thank you.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即将关门，请注意安全。先生们，您上车后，请按照
车的乘客请您好好安全。在列车正常运行中，请勿碰触车厢内乘客紧急制动手柄等安全设施，不要倚靠在车门上。使用洗手间时，请勿将杂物丢进便池内。为了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公安部门郑重提醒您，严禁在动车组内吸烟，因为动车组内吸烟会触发烟雾报警，导致紧急停车。如果由于吸烟造成严重后果时，将依法追究责任。感谢您的配合。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饶平站。
destination. Please take care of your luggage to prevent it being getting lost or stolen. Smoking is not allowed during the whole trip. Thank you.先生们，列车即将关门，请注意安全。Mm-hmm.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即将关门，请注意安全。
车前方的停车站是朝阳站，请中途下车的人提前做好下车的准备。站立在车门口时，不要倚靠在车门上。下车时请注意车梯与站台之间的地形，请带小孩的旅客攀附好小朋友。由于中途停站时间短，未到站的旅客请不要下车，并看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防止丢失被盗。列车全程禁止吸烟，谢谢工作。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next station is Chaoyang Railway Station. Please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platform when getting off, and take care of your children.谢谢合作。先生们，列车即将关门，请注意安全。不要
Thank you.
Thank you.
到达惠州南车站，下车时请注意列车与站台之间的空隙。回程列车正常运行，请你不要在列车的座位吸烟，谢谢合作。先生们，列车即将关门，请注意安全。
至此，请注意列车与站台之间的通信。目前我列车正常运行，请你们要在列车口换行。谢谢合作。就是1500啊，一定是哪里有金店了，我跟你说，一定是哪里有金店了，不可能的呀。都是1000伏打过的，怎么可能2000伏全死了吧？没有你说的那么夸张的，那我跟你说嘛，我那个叫什么叫蓝光，我打到我们自己有实验的啊，打到1000伏的时候，我只死了大概一个多点，2000伏的时候大概有两个多点，3000伏的时候大概有4个点，4000伏的时候大概只有6个多点。我们自己有测试过的，你50%强哥，你要讲了，肯定是哪里有问题了，不然你要想，我们要是蓝光，你这里才1-2 KD， 我们要是50%的蓝光死掉的话，那出去就完蛋了。几十万就是有问题了嘛。那你要做到显示屏上，那我们是找完蛋了。我估计是哪一个环节可能带电了。我可以帮你分析一下样品。喂，对，我可以帮你分析一下，就是你这边有漏电的或者死掉的东西，我可以帮你分析一下。因为 ESD 打死的话，上面有漏电的。
光你有没有？日光仪看到没有？正常来说，本来就是红光、绿光、蓝光这样啊，那没关系嘛啊。现在你，现在我有，现在已经有问题嘛，对不对？但是我说你这个漏电有点夸张了，所以说我说我们最好来看一下，你不是几个微安这种，你那个跟打死没区别了，就相当于就直接死了嘛。喂。
马上就要到达本次列车的终点站深圳北站，请您整理好行李物品，做好下车准备。站立在两车连接处时，不要依靠在车轮上，下车时请以车壁与站台之间的空隙，请在小孩的后方扶好小朋友。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理解与支持，下次旅行再会吧。